听讲吴家妹呐继续留伫客户部，你是甲你家己袂得过？真正喜欢吴家妹，想去光明正大去钓，啊用这款业务的手段，敢是要甲恁表兄弟的关系变？连结婚的代志你拢来骗我，哪拢问你啊？你拄仔讲话，倒一句是真实的？你讲我承受这杯茶，恁家这么可笑，男人卖你吗？那茶吼，袂当倒你头壳顶啊！啊，我只好倒我家己啊！安尼你有较清醒无？我得问一解，你对佳妹敢有啥物特别感情？爸，咱做阁是因个代志啊！我无做就是无做，我才无咧惊咧！你才刺开，他完全相信我啊！你啥物时阵才当大汉？才当学会晓，爱听别人说相？这是我生日快乐写的废话，你凭什么跟我斗阵？出去！我无爱，我无爱你走，我无爱啦。我为着你，就算洪凯都我嘛无咧惊。结果咧，你煞把我赶出去，到底是安怎？你不是讲你要做大事业？你的履历表不是写讲你要做总经理？你若是想要较紧达成你的目标，你就要离开客户部，去其他部门外面。胭脂红粉，写尽青春，流逝的岁月还不回。心相会。